我是刚关的时候的，那2018年是2月29号，板桥的板桥的，7:09。我拍摄的是408次哦。树林八折江花东西，谢谢哦。还有台东的用三间形式两边煮，三间形式皮蛋豆腐哈。哇，我的408次，这是一般仓。我外面拿今年历史，今年是历史上首度。用三年型自强号，还要开到。新自强号。我下面的马掌门都在我们老家，7:10。欢迎到屏东 PP 自强105次 PP 自强赛，欢迎。你不收他了，我在。还没有关了，板桥站板桥在拍什么？对啊，我在。好，关闭车门。我在。好，感谢各位观看，若下面个马掌门多多对我们打球，真的好，拜拜，下个次再见，408次，琼花东台东，走，用3000银色2边组，3004皮蛋豆腐汤一包，加速出来喽。台北，妈妈，哎，这个比那天市场还要那个，不是，比市场要慢的，市场是这样子开嘛，拉更快，更爽，小 case。只是我觉得它驾驶是真的很特殊的。你看他后面驾驶室就直接正了一个门了，没有那个在一个空间了。还有个不是有个空间吗？车长室空间。台北。对啊。